百果之王红枣，自古以来即为天然滋补养生圣品。甘草小麦大枣汤，妇人脏燥性难调，精神恍惚被玉枯，何甘之皮自然康。这是东汉一个医圣叫做张仲景所写，是首诗。头前三个物件真简单就煮会着哦，尤其是迄个红枣哦。但是红枣你要看粗俗哦，伊是现代人身体健康真重要的一个物件。枣汁里养生双宝礼盒，早买早好，养生双宝：甘麦红枣精力茶、红枣秋葵露，严选顶级红枣，遵循古方。熬煮而成，百果之王红枣自古以来即为天然滋补养生圣品。红枣维他命 C 含量是苹果的数十倍，红枣植萃精华，味甘性温，养生顾健康，枣它最好。无糖健康保健饮品是小朋友到大朋友的最佳选择。甘麦红枣精力茶有红枣，有甘草，有大麦。红枣能补中益气，甘草是古代名医陶弘景口中的国老，是重药之王。红枣秋葵露，红枣加秋葵，双赞双赢。红枣营养丰富，味甘性温，秋葵是人类最佳的保健蔬菜之一，还拥有水溶性膳食纤维，能增加饱足感。枣汁里以食安至上，为消费者的健康严格把关，在生产过程更是严格控管，每项产品均通过 SGS 检验，高品质保证，让您可以买得安心，吃得放心。两盒一组20罐，原价1580元，现在优惠价只要1280元，自用上列人人爱，买卖车关键专刷电话0800-085-088 0800-085-088。红枣既然这么好，你敢有找到对的红枣？你敢有喝到对的红枣？